风都乱，老风清，君子何必怨山林？一边去，乱堂青，敢言天下不负卿。一生难醉凌云雨，长路借歌借千金。今朝大醉三千梦，今又不应白日明。光阴线霜花里，一盏寂寥冷炉。钟声响，天地明，沧海难阻故人情。是是非非斩不断，全当浮云绕衣襟。不过江湖三两事，当初那剑亦可凭。说我贼，还不快快扶桌！别废话了，要战便战个痛快吧！哎呀！啊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一个天境修士竟能砍瓜切菜一样斩灭黄境修士，好强！看来我当初是看走眼了。玄宇，你这位兄弟真不是一般的圣梦啊！是苦月座下的客卿血言。小子，你说吧，想要个什么结局？哦，黄境巅峰。真没想到苦月竟然把他给派来了。这可是差点就晋级准圣的血言呢，也不知道那小子能不能应付得了。苦月这个老家伙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，竟然把他派来对付叶辰。叶辰，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究竟有多大。很好，这小子的真火法器都是我想要的宝物。叶辰，你无视幽都法则，该斩！好好，这样玩什么？别认怂！哪里跑？这没想到他居然说跑就跑。圣主确实比较能屈能伸。以为躲到林子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天真。那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大人，真是怪了，找不到那小子。继续给我搜，扩大范围。是。幽都禁止私斗，好不容易等到叶辰自己出来，怎么可能让他活着回去？一大帮黄境修士，再加上一个黄境巅峰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才不会和你们正面硬刚呢。如今枯月他们必然会在幽都外全力搜捕我，我正好改头换面回幽都见丹府。对了，还得和念威他们说一声。公主，这都已经五天了，叶辰怎么还不回来？穆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可是天庭圣主。可是他面对的是血炎啊。血炎怎么了？叶辰，小友竟然毫发无伤逃出来了，真是了不得。圣主，你连斩三十多尊黄金，真可谓是战神啊。都是小意思。叶辰，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？自然是因为我跑得快啊。就算你跑得再快，以后也不要做这么冲动的事情了。但不可否认，我的确成功转移了枯月他们的注意力。这座灵山地势不错，是个炼丹的好地方，就选这里吧。
竟然是只犬妖，修为还达到了准皇级别。阁下深夜来访，是来购买灵山的？对，这座灵山需要多少原石？1000万，概不还价。哎，这是1000万。哇，阁下真是爽快呢。对了，我希望尽快办理交接。那是自然，这是灵山令牌。阁下，今后这座灵山就是属于您的了。出来吧。接下来就请各位一起帮我在灵山布置结界和法阵。是。啊，总算是有些模样了。喂，这丹符是个啥？管他呢，反正上面写着，无论炼丹师等级，高低全收，最主要还送房产呢。丹符在3重天，大家都无房产令牌，2重天都上不去，更别说3重天了。大家看，丹符这不是为所有炼丹师都提供通行3重天的令牌吗？哼，那还等什么？小爷还不知道3重天什么样呢。大长老，听说有人在3重天创办了一个什么丹符，派人去查一下，我要知道究竟是谁这么不自量力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叶辰，至于这个丹符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这便是告示上所说的丹符？肯定啊，这么大俩字看不见。炼丹师技，且与人止步。圣主，近万炼丹师汇聚于此，看来丹符很受欢迎啊。那是自然，为了这房产，我可是花光了谢云给我的所有原石。加更了，惊喜不断，天武帝尊要加更了，加更日期请关注下方时间，锁定优酷，敬请期待。杀了陈雷长，你这挨打人是个习惯。落樱花剑阵，这可惹不起。就算死，你也不会死得这么窝囊。